创意环保新主张 Part One。今天要拜访的是环保创意达人江良奇先生的家，他是瑞丰国小新任家长会会长，也是我的爸爸。今天先介绍这个咱做这个物件是用什么材质做的？这是咱打包这款袋，人用了无碍，咱甲收起来用的。这个线，这是电线，是目光线，这是款电话内底迄个线，咱淘汰，咱嘛是甲分转来用的。来做起来，做这个形体，介绍咱家己安怎想安怎做，要做大细，这个大的条件，大细条，较细条做起来，较小。较大条做起来就较阔，安尼尔。即个伊过来就是即个蜘蛛吼，即漂流木咱捡起来，这细号真是用即个棉线吼，即棉线是人迄款肥料袋啊，迄款咧填迄款线，咱摕起来编，啊编起来做一只蜘蛛，即个蜘蛛用啥物做？用起花剂，起花剂拉空，撑即个电话线。做脚，看你要做什么蜘蛛，家己做，家己看形体，来做起来，一只蜘蛛夹夹住这个网啊，蜘蛛网，好吧？整只蜘蛛，安尼就行啊。以上介绍到这。